怎么样知道自己的肺部到底健不健康呢？胸腔医学会就有一个很简单的测试，只要一分钟，大家都可以做啊。台湾胸腔重症医学会它有提供一个一分钟的测试。嗯，那我们是按照自己的节奏，尽量的爬楼梯，然后看一下你可以爬几层。来看一下到底有没有肺部的问题。好，刚刚江医师帮我们做了检测，我们来看江医师到底行不行。Hello， 江医师。嗨，教练好。我们等一下就来测测看，一分钟你可以爬几层楼梯，好不好？这个是白色巨塔的挑战。身为一个外科医师的骄傲，为了今天的挑战，特地今天早上不吃早餐，希望能够减轻重量。好，好，那我们就准备了。好，准备，预备，好 ，Go， 哦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，不愧是外科医师，现在还没有感觉到任何的费力。16、17、18，哦，真的心脏跟肺脏果然是很现实的。当你疲倦的时候，它就会自然的回馈给你。7、9、8、9、10，我在医院常给人家吸氧气。好，到了，到了。哦，总共109梯。哦，一分钟爬了109梯。哦。可能有帮我准备点氧气，有点小喘，气喘吁吁哦。还好，外科医师的骄傲，绝对不能承认。他刚刚一直强调说，你只用了几成力？6成。好，所以你总共登了109阶，一分钟之内嘛。对。我们请教一下这个主任，所以刚这样的检测是正确的吗？就是一分钟，然后在自家。或者是公司，然后开始跑，还是快走，还是怎么样？我们这个一分钟的测试呢，我们可以看到说，他走50到80还是更多，其实代表他的肺部的功能相当不错。哇！其实我一直谎报年纪，我今年只有22。啊，最好是。你的意思是长得比较操劳，对不对？所以一般如果我们可以走到50、80甚至更多的话。就代表我们是低风险的。OK，那假如我们只可以走30到50的话，那这个时候就要小心了，因为就有可能是中度风险。嗯哼，那就要多留意自己的肺功能。那假如是高度风险的病人呢，就是连30阶梯都没办法走到，那这个时候就要注意自己是不是有抽烟的病史，有没有喘咳痰的现象。那有的话要立即安排就医，然后做肺部的检查。那假如已经到高风险的话，那要做肺功能，会去监测看它的最大肺活量，还有它一秒钟可以吐出来的量是多少。那像刚刚我们讲到的算阶梯，其实是有一点困难。有些民众他会，我在走的时候还在那边算阶梯，有时候会算乱。那我们简单来讲，就是假如你有办法一秒钟走一阶梯，其实要属于是低风险的族群是非常有可能的。那假如你一秒没有办法走一阶梯，那这个时候很有可能就是中度还是高危险群。通常这个肺活量除了说跟肺部以外，还有跟什么有关？其实不只是你天生有一些人是心肺功能不好啊，然后其实跟肌耐力是最有关系的。那你的肌耐力好啊，其实对于你肺活量其实帮助会非常非常大。像江医师体力应该就不错，这个应该很适合你。来，我们先教大家做一个，它叫掌撑啊，掌撑跑步，很简单，手掌先撑地啊。那掌心呢，必须要在肩关节正下方啊，你不能变这样撑。啊，这样撑你的手腕就会有压力，所以在肩膀正下方。好，第二个注意的是腰啊，不能掉下去。对，你腰一掉下去，你腰部的压力，腰椎压力可能就大了，所以先撑平。平的时候很简单。把你的右脚往上抬，但是不能点地哦，脚尖是不碰地的、哦哎。把膝盖靠近你的肚子。22岁的，你怎么在那里？就这么简单。然后呢？要挑战一下，做10下后，我们就可以加速。加速我，加速我！来，不要骗人哦。好，来，你说。这真的很难吗？是。哦，好，不错，再加快一点点。可是动作加快，不协调，动作对吗？可是你看他的屁股啊，一直上上晃晃，很累，所以他的腰的压力其实蛮大的，所以这边不能动。这边不能动，这边是不能动。对对对，哦，这样就比较好了。哦，好，再加快可以吗？不行了。好，OK。其实刚才只有6个7成力。赶快测一下，现在有多喘。心跳很快。好，所以一般人如果在家里头训练的话，大概要可以怎么样让自己慢慢精进？因为一开始这样感觉。好喘，好累哦。其实最简单的方式啊，其实很简单，我们可以用抬膝盖的方式。这个非常非常简单，你就可以像一二一
二，大概两秒抬一下。哎，那如果在做这个，其实这个也不会很难，你其实慢慢做。江医师刚一开始就冲刺啊，所以他当然会很喘，因为他要表现他很强。对，22岁六成力，差不多。所以他膝盖抬起来，其实这不单单是练到你的心肺功能，还要练到你的核心肌群。手撑地，对不对？然后屁股不能上下这样晃，这是错的。这是错的，我们就平平的就好。哎呦，真的是核心要很有力，要稳定哎。对啊，对，就平平的。继续啊，还要继续啊。你大学的时候其实出过一个蛮严重的车祸，对，所以你特别去训练啊。对，我大学的时候呢，那个时候在挑多拜骑车嘛，然后就紧急刹车，结果呢，那个直接胸口左胸就撞到机车的前面，就这边突然我大概有5秒，我自己有意识5秒不能呼吸。从来没有呼吸不到空气的感觉，然后就很有点像气胸，像闷闷闷在这边。结果我看一下衣服，这边一大片 OK。哎呀，对，所以可是大概过一个礼拜之后，怎么突然就好了？淤青就慢慢消。可是一个礼拜后，我就开始觉得有点呼吸不到空气，空气很稀薄的感觉。大家观众可以试试看，如果你今天是含胸啊，就驼背的状况下，你去深呼吸，其实会觉得吸不到气。可是你看，你把胸腔打开，对，你会觉得呼吸到氧气是比较多的，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觉得说，我需要先把我的这边要先拉开，所以我必须要先把我的胸肌要先放松。对，所以我会先把我胸肌放松，然后最后才增加我的背部肌群，背后肌不是增加胸肌哦。有些人是说，教练，我是不是肺不好，我多练点胸肌？其实有时候你背没有练，它是一个拮抗肌的概念，它会变这样，所以它反而变成含胸，对，它反而变含胸，反而更难吸到气。所以希望要先把这边松开之后呢，练你的背肌。对，好，那接下来我就拿，大家应该都有网球吧？对对，网球，我们就先拿一个网球，先摸摸看自己的锁骨位置。锁骨。对，等于是说你不能压迫到你的锁骨哦，锁骨的下方这块肉。胸肌这边，然后呢，把你的球轻轻的这样按压在你的胸肌上，然后呢，另外一只手轻轻的加压。我们先确定，你确定不能压到你的锁骨，就是骨突处。确定之后呢，轻轻的按压，右转3圈，对，然后呢，左转3圈，对，按压。那但是两边都要放哦，然后再右转3圈，总共6圈。然后再左转3圈，这是在放松肌肉。对，这是放松肌肉。那我有一个疑问，如果我们自己用拳头这样子行不行？拳头也可以，可是拳头其实它接触面积比较少，所以其实压力会比较大，所以其实用骨头或是拳头这样压，其实反而更痛。了解，所以还是用有一个缓冲，有点弹性。对，有一个弹性，像网球它有个弹性，不会有些人这样一压就更痛，就自己压凹车。对对对，然后呢，接下来你放松完之后呢，家里我们就可以准备一条很简单的弹力带。在家里找一个固定的地方，就是不能晃动，要固定的地方把它这样绕过去。好，绕过去的时候，刚刚我们有提到啊，我们刚刚把你的胸肌放松开来，你的关节活动度已经被打开了之后呢，我们再做这个动作其实更简单，一样，先膝盖微微的弯曲，然后呢身体要打直哦，然后手也要伸直，然后轻轻的往后。所以大家不用跑到健身房去，对对对对，自己这样做就可以了。这个其实强度也蛮高的哦，你练到你的背肌，其实效果是很好的。大概一天可以做到10到30下，10到30下。你做完之后你就可以休息。我看教练的手指头有特别这样，这个手指头是有意义的吗？对，我们手指头朝里面的目的啊，是让大家不要手腕会这样乱翻。有些人在做的时候，他会变代偿。有没有？如果没有特地的拇指朝内的话，它会变这样。是，反而不是练背哦，是练到你的手腕。就做完就教练，我手腕很不舒服。所以基本上就是双手是这样子，然后大拇指朝里面，然后轻轻的、平平的往外拉开，吸气。好了，再往前，然后一天一样做10下，吸气。平平的拉开，再往前。那个袋子的高度要哪里最准确？袋子的高度，我会建议大概在胸前侧，不超过眼睛的高度就可以了。绑太高的话，对不对？很多人可能最后会变耸肩的姿势，因为带支点太高了，所以在胸口前是最好的。了解。胸口前，然后这样一样平平的往外。好，另外接下来我们要来看胸闷或者喘，还有一个气胸。接下来这个妈妈呢，她很难过，因为她的小孩才27岁，就后来因为所谓自发性气胸走了。我真的很痛，而且是。会呼吸的痛，流行歌曲都出来了。他在 X 光室的时候就突然昏倒，在换衣服的时候就昏倒，而且他不是昏倒，他是死了。我直接把他扎进去，直接刺进去啊！那时候就听到很大声。其实我们第一个最怕左边的气胸了，因为左边的气胸会压到心脏，闷闷的，闷闷的，闷闷的，到一定的体积呢就会比较闷闷的。会呼吸的痛，